等一下你们看看吧。其实呢，我之前也跟你们分享了一个故事，就是做郭富城的单子，是吗？我好像也没有跟你们说过，只是我拿过他的歌来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你们不知道的。这是应该是15还是16岁的时候，然后输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在访问里面说说。我就只把我赢的跟你们说，输了没有说。但是呢，这一些偶像，因为我是85年出生的，85年出生呢，就是经历过很多香港黄金娱乐圈的一些年代，就是有很多伟大的歌手，对于我们后辈有很长很深远的影响，所以我希望在这里向他们致敬。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年
没听说过吗？你很难好吧，你有多快以后心上的规避，我并不提醒你声音，是我是听你讲得太迟，看着我吧，对着我吧，透视我吧，我感动，你是希望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，我需要释放。倾斜点会否疯狂一点，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，夜晚会变白天道别，才没有一点。看着我吧，对着我吧，都是我吧，我感到激动，你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，我